佢生意唔錯噃，唉，不過美中不足就係咁多夥計請假，尤其是呢個姜葱同埋魷魚，平均要請四五日咁多。有可疑有可疑，佢哋兩個嘅共通點都係喺樓面同埋廚房裏邊工作，而請假嘅原因不約而同都係工傷。點解呢兩笪地方會令咁多人受傷嘅呢？是意外抑或人為的呢？我身為酒樓的老闆，是有責任保障寶貴的人力資源的。好，我一定要將這件事查到水落石出的。鬼鬼鼠鼠偷番薯，你系边个啊？嘿，唔好意思，我新嚟嘅，我叫阿米。哦，新嚟噶系嘛？做咩位嘅先？做你嘅总厨啦。经理。做咩叫自己做阿米啊？唔啱你身份喎。唉，都系一句啫。你哋有福啦，米叔系我哋老板高薪挖角请翻嚟嘅猛人，喺好多美食大赛度攞过奖。好有經驗噶，你哋要多啲向佢學習啊！誒、欸，你少林寺出嚟噶，咁活嘅？誒原來前輩啊！你頭先唔好玩我啊嘛！我姓姜，係單字一個葱，以後多多指教。係啊，我咧就姓姚，單字一個魚，你叫我魚仔得噶啦。頭先真係失敬曬啊，米叔。哦，姜葱啊！啊，魷魚啊，啊，最好咧就豉椒炒啦。啊，唔係咁大懲罰啊嘛，講笑咋？真係冇你收啦，米叔。好啦，大家唔好咁多啦，慢慢做嘢啦。哦，司徒經理，做嘢啦，米叔。梗係啦，呢味菜啊，酸辣鹹麻，甜香鮮啊，七味俱全。有冇咁誇張啊？七味，只不過咁啊，聰哥你廚藝高超就不嬲都係㗎啦。唔使賣口乖啦。其實咧，味餸好與壞咧，除咗廚師嘅手藝之外咧，材料都好重要啊。我啲葱花咧？嚇、啊？葱花？啊啊！聰哥你叫到葱花，我依家即刻砰砰聲同你再切下。啊，整木仔啊！切葱啫嘛，我自叻啦，大大扎一次过切，仲快啲。切切切切切！哎呀！做咩？冇啊，切出只手指啫嘛。你咁切啊，梗系好容易切新手指啦。我唔明你咩意思喎、啊？你切咁大扎葱花，又用唔適當嘅刀具，大大增加受傷嘅機會。嗱，呢把係斬骨刀嚟嘅，刀身好重嘅，切咁輕嘅葱花咧，就好容易切親自己嘅手指嘅，你知嘛？我一時唔覺意攞錯啫嘛。啊，咁啊，米叔，點樣切先為之正確咧嚇？凡係太大或者太高嘅物件，喺切嘅時候都好容易跣刀，影響落刀點唔準而發生意外嘅。
所以如果要切一大扎葱花的时候，可以先将它细细扎咁分开几次切。另外，如果要切一啲移动的物件，好似西生菜或者青瓜咁，首先揿实切平佢，减低物件的高度同埋体积之后，再慢慢切。当然最好是戴上防切割的手套，嚟减低受伤的机会咧。除此之外，不同的刀具应该有不同的用途，不是立乱攞嚟用噶。嗱，而家明白未？好易啫，米叔，得嗰五种刀，唔难记啫。梗系唔止啦。哦。除了在厨房里面要用刀之外，水巴都要用刀的。一般水巴部用的刀有两种，一种是切西瓜的长形刀，另外一种是用来切片的尖刀。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不要用刀具去做切割以外的工作，例如用来开窖罐头。总之要记住，刀具一定要用得其所。看真啲啦，小心啲啦，做足啲，咁就工作安全健康啲噶啦。哦，收到啦。收到咧就包好个伤口佢，唔系就唔卫生噶啦。系喎。米叔教落切青瓜咧就用片刀，我依家学识啦。哈，叻仔啊！米叔，米叔请你饮茶。哦，系咪啊？咁就行咯。哇，你知唔知呢个动作好危险啊？吓，危险？唔系啩？你唔觉得呢一个咁劲嘅动作好有气势咩？好有气势，好牙烟就真啊！你将把刀咁样挤法，万一有人经过唔觉意整跌把刀，就好容易伤及佢自己或者其他人嘅。所以唔用刀嗰阵，一定要放翻喺刀架里面。提醒你多一点，任何刀具都唔应该同其他碗碟一齐清洗。以防清潔的同事不察覺而被刀割傷。哇！今堂聽阿米叔一直話都真係勝到十年輸咯。嗯，係咪飲茶，米叔？好，飲茶。誒，行啦，行啦。誒，咪住。嚇！你幾時換咗對拖鞋㗎？嚇！我換咗冇耐㗎咋。我今日咧全日都著住鞋，好焗腳啊嘛。咁我咪換對拖鞋嚟爽下咯。你知唔知道喺廚房裏邊，萬萬唔可以著拖鞋或者係涼鞋㗎？原因是著拖鞋或者涼鞋開工的話，腳趾就外露，一旦不小心踢到或者碰到硬物，又或者被高處跌落嚟嘅物料壓到咧，就好容易令到腳部受傷。此外，由於拖鞋或者涼鞋通常都冇防滑嘅設計，而廚房嘅地面一般都較為濕滑，因此亦都好容易發生跣倒嘅意外。所以如果喺廚房裏邊工作嘅話，記得一定要著適當嘅鞋具保護雙腳，例如水鞋。當然最理想就是有防滑功能的安全鞋。咁我依家明啦，米叔。啊，我依家換翻對水鞋先。哇，你危咬啊？係啊，啲油彈好痛啫嘛。哇，你平時咁樣炸豆腐㗎？係啊，快啊嘛。快，你而家快得慢啊！嗱嗱聲熄咗火，慢慢同你講。在炸食物的时候，油不应该倒到那么满，因为太满的话很容易会漏泄去炉边而引起火警。另外，当要炸一些水分高的食物的时候，最好用个筛去晾住食物将水分漏走，如果分量太多的话就分开几次炸。除此之外，可以企远个镬少少，同埋穿着适当的保护衣物，例如长袖的工作服、围裙同埋安全鞋，咁就可以大大減少俾油彈到嘅機會啦。哦，我知道啦，知道啦，米叔。我而家倒咗黃油，重新炸過啊。停！放低鑊油先講。有咩事啊？你咁樣用個湯殼晾住只鑊，萬一跣手嘅話，成鑊就倒落自己嗰度噶啦。所以如果要倒油嘅話，首先盡量用個殼筆起啲油先，剩翻少少嘅時候，先再用個鈎鈎實個鑊。然後慢慢將隻鑊升起，再倒出熱油，咁樣就安全同埋穩陣得多啦。順帶提多你一樣嘢，就喺炸食物嘅時候，一定要留心睇實個火，千祈唔好行開。如果唔係，亦都會好容易引起火警嘅。咁如果真係有急事要行開，咁點？咁咪揾同事幫你睇住先咯。咁麻煩你幫我睇住先。